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。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汝等即殷勤恳请可尔为汝等做八戒本师，所有语言听我开导。夫戒者，如来利益众生之首务，贤圣修道之要皆。三机等见七众通收，或越山途而直趋人天，或超有漏而尽登绝岸。五圣运载戒为轴匣，万善克备戒为基本。那今天在藏历是文殊菩萨化身宗喀巴大师的生日诞辰，今天也是莲花生大士进入西藏的纪念日、应化日，所以今天也是贤劫千佛功德加持日。因为如此，所以今天所做的功德善行恶行，只要你去做了，都变成十万倍。所以今天不能做任何坏事。那今天来守八关斋戒，除了加十万倍，又加上八关斋戒的受戒，所以我们的功德就会变成百千万倍。所以各位利用今天来此地求受八戒者，最后一行先当小了八戒名体，次方与各位一一传授之。然此八戒名曰八关斋，关者禁闭之意，为禁闭八事不放故。斋者其意，以过中午不食为斋体。八事铸成清净斋体故，尤其八事斋体供香支持，又名八支斋法。须知斋一名戒，佛所制定故，戒一名斋，其身口意三业故。底下这个最重要，要得到八关斋戒的功德，不离开我们的身口意。
如何指身口意三业清净？第一，以身业起则无秽恶，今天身体绝对不要杀生、偷盗、男女淫欲、享受、爱漂亮等等等等，而且又利用我们的身体礼佛、拜佛啊，做义工、做善事。第二，口业起则无诸过失啊，今天无论如何，平常你什么习惯，那是六斋日那一天一定要控制，不骗人，不骂人，看到缺点绝对不说啊，不说是非，不讲没意义的话。所以口业起无诸过失，心业起则无烦恼诸漏业因。那无论如何，今天内心里面不起贪心、生气、嗔恚、愚痴、邪见、傲慢、嫉妒啊，平常你嫉妒心很强，平常你很喜欢表现你的优点，八关斋戒你要把它控制下来啊。那各位一定要这样，那你就可以得到八关斋戒圆满的功德。对，内心里面当然叫你一辈子都不要生气啊，叫你一辈子都不要贪心啊，好像做不到啊，但是至少今天做到。今天不吃肉，今天晚上不吃饭，今天不去唱歌，今天不照镜子，不爱漂亮。那如果你能够身口意一日一夜守好，那各位命运就改变了啊，命运就改变了。然后恶十小节不堕落三恶道，恶十小节一日一夜守好。那一般讲念一下七世升天，七世做富贵人，来世做国王啊！你只要一天守好，然后再来中品终身，西方极乐世界啊！所以你给你儿子10万块，硬拖也要把他拖来啊！他平常抽烟喝酒打麻将啊，今天一天人好，命运就改变了。所以我们以前经常在监狱死刑犯，死刑犯是一定要被枪毙了，而且他们也知道自己做了很多坏事，但是呢，如果他们能够一天一夜受八关斋戒，他被枪毙以后不会堕落地狱道。你看八关斋戒功德多大啊！所以一天受八关斋戒，那可以譬如说你这辈子有杀2个人或堕胎2个小孩，你只要守2次八关斋戒圆满，这2个杀业就消除了。所以八关斋戒不可思议啊！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秉持虔诚，内以6念净其志意啊！不要再念世间的贪嗔痴啊、傲慢嫉妒，要保持正念。第一个念佛，阿弥陀佛、药师佛、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每一个佛慈悲啊，对待众生啊，慈悲导师。第二个念法，各位呢多读经，平常六斋日在家里或初一十五啊，要读经典，佛陀所讲的啊，因果的、空性的、慈悲的、菩提心的，乃至佛教的故事。所以念法三世佛母。第三，念僧人天福田，观音菩萨怎么帮助众生的，大势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、祖师大德。那昨天凌晨一位伟大尊贵的老和尚，念一下孟参长老啊，圆寂啊，这圆寂就是功德圆满了，烦恼断除了，他圆满了生命的目的。所以孟参长老超过100多岁啊，在五台山讲授地藏经、华严经，感化了无量无边的修行人啊。特别孟参长老也10几年到西藏学习宗喀巴大师的所有的教法啊，所以呢这样子显密圆融，得到非常的尊敬。所以念下来，今日所有功德供养孟参长老，上品上身极乐世界，趁愿再来普度众生啊！所以同样人，我们要做到
被神尊敬，成为人的福田，人天福田。所以这些菩萨，就像弘一大师、印光大师啊，他们都是示现来，佛菩萨示现来引导我们修行。所以这些僧伽、持戒的、慈悲的，为我们人天福田。第四，念天长寿安乐。各位只要好好的皈依三宝，持戒布施，特别一日一夜，包括斋戒，来世愿升天，必定升天。如果各位喜欢享受生活啊，那升天好一点。人间一百年，为了买一两个房子又涨价了，很苦的啊。但是你升到天上，你就有一间比这边大几百倍的大皇宫，而且里面的仆人、漂亮的小姐、帅帅的先生几百位，做你的侍者啊。所以你享受所有的富贵，然后到天上不用上厕所，因为怎么吃也不用上厕所，不用上医院啊，没有人会生病，不用洗澡啊，不用上班，所以天衣无缝。那你只要好好在人间守戒律，那你就可以升天。守戒律除了不会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，还能够升天啊。布施也能够现世得大富，来世也大富贵。所以各位要好好的念着，我们好好的持戒皈依三宝，特别布施，就能够长寿安乐。但是我们佛弟子特别修大乘佛教，我们不期望升天，因为升天福报享受完了，还不是还要堕落。就像有人跟你说，我让你活200岁，但是200岁完了你就得癌症慢慢死，哦，那不要 啊前面快乐后面痛苦，何必呢？生命最主要是前面痛苦，那至少后面都不要痛苦。就像各位努力上班至少拿了薪水了，对不对？付出得到代价。所以人生难得，做人呢，我们要拿来好好的修行，不要一直享受福报，浪费了，浪费了啊，浪费了福报，下辈子你刚好颠倒，这辈子很爱漂亮，表现漂亮，下辈子变很丑，那划不来啊。这辈子很会花钱，下辈子变乞丐，那划不来。那我们人生要努力，宁可现在苦，但是我们所有的苦不是为了升天，为了成佛，为了回向给众生。所以第五要念戒，清净身心。我们身口意不杀盗淫妄酒，身口意清净啊，进一步内心里面保持大悲心、菩提心啊。所以念一下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那整个佛教不离开这16个字：诸恶莫作，所有伤害众生呢都不要做；众善奉行，所有帮助众生呢，不分宗教，大家都去做。啊，自净其意，这个心态呢，相信因果，这是起码的。再来呢，相信轮回啊，然后呢，再来就要升起出离心啊，愿自己能够解脱轮回。而进一步呢，升起大悲心，像观音菩萨；进一步追求成佛的菩提心，愿将来能够像阿弥陀佛、药师佛一样，普度众生，自净其意。啊，不要让自己内心有贪嗔痴，有执着，要让内心的层次啊，从相信因果、解脱生死、大悲心、菩提心啊，安住在绝对的空性，来利益众生。所以这个叫清净身心。第六，念施，那进一步我们要帮助众生。所以今天我们会放生啊，超度啊，以后很多食物啊，还可以送给穷人呐，啊，然后海里面有鱼可以喂食物啊，草里面树上有鸟可以布施啊，地上有蚂蚁啊，所以各位呢，多帮助其他众生啊，这就是大乘佛教的目的。那释迦牟尼佛为了成佛，是为了普度众生啊，普就是没有分别的，你伤害我，对我好，我依然对你慈悲啊，啊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，我们依然慈悲啊。来救济他，让他快乐，让他不要受苦。所以
第六，念思普济贫穷，所以外在以八条戒律约束我们的身与口。第一条，不要杀害众生，今天不杀生。第二条，不偷盗他人财物，特别第三条重要，全断淫欲啊。平常各位结婚有夫妻生活传宗接代，但是我们今天学佛了，那我们就今天说报关斋戒，像出家人一样，没有男女的欲望的生活。各位学习啊，你想想看，有欲望快乐还是没有欲望快乐？当然没有啊！啊，所以一个人就像各位在家里不用化妆都快乐啊！啊，出来又要比较了啊！我要穿得漂亮一点，我要穿得有钱一点，免得别人看不起我。那个字就是一种烦恼心啊，分别心啊。所以打坐的人、闭关的人，不用理头发，不用理胡须啊，天天打坐。他不会在乎外表，他在乎的是什么？心灵的层次啊！各位要由外而内啊！所以，当然内心里面不要有男女的欲望。哪一天能够把欲望断掉，快不快乐？念一下，自由自在。对，佛教的快乐不是有欲望快乐，佛教的快乐是不需要欲望才快乐。就像各位现在已经不吃肉了，快不快乐？快乐，哎，不用被肉喂。抓住，现在反而闻到肉味会觉得不好闻，而且会生起悲心，他们好可怜啊，改变了，改变了啊！所以哪一天你不想谈恋爱了，男人女人找你，你倒过来还会同情他，不要爱哦，爱河千尺浪哦，苦海万重波哦啊，就像告诉对方不要吸毒啦，不要吸毒啦。各位吸毒苦苦不苦啊？吸毒还可以戒呢，心毒很难戒呢啊，内心在追求那种欲望，很痛苦啊！特别我们男人，男人有时候就像好色好色的啊，但是没办法控制不了，因为你没修行啊。如果你有修行，经常守报关斋戒，你会觉得哎呀很自由很自在啊。现在跟你老婆说，我们现在在一起，为了家庭生小孩，等我们满60岁了啊，自己找寺庙住吧，分开住。那多快乐啊！因为该圆满的圆满了，就不要一直拖到老，拖到下辈子去了啊！所以各位要想好啊，因为你也了解，有些人想离婚离不开啊，有些人想抓住抓不到，然后都在这个痛苦。所以第三，在全断淫欲，各位，如果你经常守报关斋戒，你就可以放下。第四，不妄语；第五，不喝酒；第六，今天不要化妆。然后呢，乃至穿皮制品、皮鞋啊，乃至洗香皂这些。第七，今天不要睡夫妻床，各位今天要睡单人床，睡地上都没关系。再来，今天不要唱歌、跳舞、上网游戏，满足你的眼睛、耳朵，这个叫放逸啊，我们叫六根不清净。今天要六根清净啊。第八，今天晚上过午不食，中午吃完。吃素食，没有鸡蛋的，没有鸭蛋的，没有葱，没有蒜，更不能有肉啊、这样很清净的食物，而且晚上不吃啊、一直到隔天上午离非时时，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，成为出世真因，各位就可以解脱，解脱生死，就可以往生净土，也是成佛的因，乃至解脱根本。我们就可以脱离轮回的痛苦啊，甚至消除病苦。各位，如果你不希望得癌症，按照药师经7日7夜守报关斋戒，忏悔、点灯、放生、挂经幡啊、持咒，那你这辈子呢就不会有了问题啊。甚至家里有人生病了，你替他做7日7夜守报关斋戒，点每天点49盏灯不断。放生、修福等等，那你就可以让他延寿、消病苦。所以人可以影响别人的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可以转业的。一方面忏悔，二方面累积功德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解脱生死啊。今天所有麻六甲房子都给你，结果你60岁就得癌症，拖到70岁才死，那太痛苦了。得到房子又如何呢？
啊，所以各位呢，能够把自己根本问题也解决了，生老病死痛苦可以消除。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这辈子一辈子怎么样都不会得癌症，哎呀多舒服啊，不用担心了 啊， 那很简单，只要你忏悔了，吃素了，多放生啊，心情也把握好，那你不可能得重病啊。好，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我今奉献甘露寺，亮灯续明我菩萨。皎洁净月上，慈容膀胱成莲花。花中有一观自在，相好具足别处。所说之词妙莲花，
得解决我这电话，勤勤发解无难，把一个有一个面向观自在，愿光生精神，光明朗照即妄想，即化见疏淡，凄凉周边虚空间，此地绝化照法界，若来还未空旷难，心若不移于此地，念灭一切是书送名言，只得一等观自在，一字禅定神功德，回向法界诸有情，同见西方无量光，成就不现光难圆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